最近干的最痛苦的活就是复刻自己的这款，基本上保持了之前的设计，就是把叔叔的未婚妻换成了奶奶。水彩人像这种东西一画一个不吱声，谁画谁痛苦。还好亚当斯一家的主角们都长得很有特色，而且还是黑白的，不然让我一个不是美术生的人可怎么办啊？这已经是我能画的极限了。然后就是看看配件们，磁吸夜光电灯泡就不必说了，标配来的。话说最近天冷了，真的不想剪视频发视频，手好僵。但是没办法，为了让你们看见我。然后是怪手的吸捏了大概的形，然后慢慢雕刻就好，也不是特别难，就是要细心。然后用海绵上底色画上暗红色线条，捏的时候记得预埋好磁铁在掌心，确认好正负极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怪手就完成了。然后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投影珠子，珠子是定制的，美甲时只需要掏一个洞塞进去就好，厚还是挺厚的，所以还搭配一个没有珠子的大拇指甲片，整体就是这样了。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。